2月28日，谢娜在微博上分享自己最近喜欢的美食鸡肉丸子鸡汤挂面。谢娜正处于坐月子的时间，如此鸡肉搭配丸子的面，营养又美味。网友在评论中表示对谢娜的想念，并希望谢娜坐月子后能尽早复出和大家见面。网友猜测如此美味的食物一定是张杰做的，看来奶爸张杰在家是相当的疼爱妻女啊。今日张杰晒出戴月子帽的照片，写道：是谁把月子帽给我扣上了？没看到我在认真的看书吗？谢娜转发调侃，当时她认真看的书是游戏攻略，还透露张杰陪自己坐月子，她瘦了，她却胖了，正在突击减肥中。张杰日前在微博晒出自己头戴月子帽的照片，是谁把月子帽给我扣上了？没看到我在认真看书吗？照片中张杰身穿家居服，看书的表情十分专注。何炅评论道：看的是育儿手册吧？谢娜转发揭晓答案，当时她认真看的书是游戏攻略，还有陪我坐月子，我瘦了，她胖了，她现在在突击减肥，快要工作了，咋整？网友评论，所以你一生气把自己头上的帽子摁他头上了？请告诉我什么游戏，我要和杰哥在游戏里约会。